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Peter， 我在洛杉矶呢已经生活了有6年时间。这6年时间呢，我也在洛杉矶呢就干了很多的工作吧，也做过那个装修啊，还有那个按摩之类。还有很多很多吧，接送的工作也干过。我现在呢就学那个大货车。那学大货车呢，就是早几年呢就是用英文考试的，那一直都没有学。那现在呢就知道了，在洛杉矶这边呢，就整个加州吧，考大货车呢就可以笔试可以用中文来考的。那中文来考之后呢，那我呢就去报了名呢，就考那些中文的笔试呢就不难，有机械方面也有那个交通规则吧，全部都是用中文来考的。那另外也考那个小车的交通规则，这些呢用中文呢估计也不难。你要是学这个大货车之前呢，你报了名之后呢，那些驾校学校呢就会给你那些中文的复习题，就是这个大概是有这些复习题吧。那复习题之后呢，那是全部是中文的。那中文之后呢，那你估计呢你要在家里学的话呢，大概一个礼拜或者2-3天你要认真去学习的话呢，那呢就可以学习，那可以考了，到 DMV 那边去考就很容易。另外呢你可以分期去考，就是因为它有机械部分，也有交通规则部分，还有个小车的交通部分。那总共呢就有3-4个学习资料，那你呢也可以呢一次性你可以考啊，你分开来考也行。但是呢第一次呢你去 DMV 呢，你一定要去排队之后呢，你就告诉 DMV 那些人吧，说你是考大货车的，考大货车的，他就可以跟你呢就给你办了一些手续之后呢，你拿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考试了。那考试呢，那你当你可以不考，你先回家里呢就在学习就呢，你就你可以一科一科的考，你也可以全部去考啊。那我呢就是分了3次去考。第一次考呢就先考那个大货车的那个机械部分，然后第二部分，在考交通，规则，那个大货车的交通规则，这个也是一个资料。然后第3次我去考，就考小车的基本的交通规则，这个从难到易，就考了，就是最多考的那个部分呢，就是大货车的交通规则跟那个，只要是交通规则，那个大货车介绍大货车那些工作原理啊，就是这一部分。但是总体来说呢，就是不难考的，非常容易。而且呢考呢它是考20道题，那总共有300道题，那才考二十道题，错呢不能够错5道题。
有一些呢就考。考二十五道题吧，考二十五道题就不能够错误道题。那个小车的交通部分呢，就是考十二道题，不能够错四道题。那总体来说呢，就很容易的，基本上不用背啊，不用背，使劲背，就拿这些让那些复习的题干，你就去看。大概看两遍，不要背啊，真的不要死记硬背，就是看两遍三遍你就可以去考了，很容易的。真的这个用中文考那个大货车那个中文不浪费时间，就看两趟，非常容易，非常容易。那考完之后呢，然后呢，那你就拿这些啊那些通过了那些有一个学习的一个什么，就可以到驾校里面就可以去学车了。但学车呢就有一个问题，还是车检部分，就是还是又要用英文来说话的。这个呢就不是说用笔来写的，要用你的口来说的。那这个考试的项目呢还是要背的，背英文口语的。那这里面呢，它呢就你说难也行，不难也行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英文呢，你没有基础，当然也可以去学，去学。很多洛杉矶这边的人呢，都五六十岁了哦，他们都不懂英文，没有英文基础，他就是死记硬背了那些资料。那资料呢，他虽然是给些资料里有英文的，有英文的题干，但是下面呢用中文去那个谐音啊，就谐音，那你就按照他们学校给的那些资料，那你就背那些英文口语，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对着那个大货车，发动机英文怎么讲，那个轮胎怎么讲，要什么里面的部分，里面的车检的部分呢，就是有十二页纸吧，这个就你要介绍这个啊，比如是安全带啊，你要用英文说这个安全带我扣好了，然后有灭火器，那灭火器怎么装满了，里面怎么样了，还有看那个油表怎么好，这个就是车检的一部分。另外呢，最难考的呢就是那个气刹部分，因为美国的那个大货车呢，它不像日本的大货车，这里的这个气刹呢，就是比较难吧，也是要用英语沟通的。那个考官不会跟你讲中文的，就是听你英文的，所以这个还是要用。全过程还是要用英文来去考试，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误解了，以为呢中文，现在加州的考大货车呢用中文来考，那是笔试是容易的，但是最后还是全部都是英文的，所以大家要是大家要去学大货车，你都要一个准备，你还是要英文的，你还是要背英文的很多资料的，所以这个很头痛的。那个中文部分的那个笔试不用担心，只要是那个最后那个英文的考试，这个也一点也不能够少的，这英文它，所以你一定要背，你要有这个心理的准备，就说你学大货车之前，你就不要听说是用中文考笔试的，以为全过程都是用中文，不是的，那个就是前期的笔试，后面的那个绝对是很什么的。好了，今天呢就讲到这里。
拜拜。